鄭欣宜每次推出新歌都有奪目耀眼的造型帶俾觀眾，呢日 Joyce 就以多個閃閃碌上陣拍攝新歌 MV， 當中有佢大愛嘅 Hot Pink、性感羅馬女神碌，仲有戰士碌等等，貫徹阿 Joyce 一向形象大膽嘅作風啊！今日係有好多好多靚衫啊，真係，咁其實有好多套我都中意咯，有我哋一開頭啦就係、是黑色，跟住有啲有啲閃石閃石，全身好貼身嘅長袖同埋長褲咁樣嘅，我覺得自己好似一個superhero 咁樣，因為有一個好好勁嘅一個黑色嘅斗篷咁樣啦，跟住喺一個好靚嘅毛毛景入邊。我想我第二最喜歡是這一套咯，因為我最喜歡熒光粉紅，但是不是 Sammy 那隻，這個是 Hot Pink 不是 Neon Pink。 Joyce 一身金色性感look show 出身材線條，又瞓在地上擺出七情上面的姿態，原來他們自身的場景是有意思的噃。其中有一個 set 是一個很矮樓底的，因為很想有一種要逼爆出嚟嘅一種感覺啊！咁佢亦都係有少少羅馬女神嘅感覺啦。咁我覺得配埋我嗰個金色嘅 look 啦，同埋我哋四位女 dancer 嘅白色嘅 look 啦，好高貴啊！除咗靚衫靚景之外 ，Joyce 仲要不斷跳舞，渾身扭動嘅畫面，加上一班 dancers 嘅配合，令大家有種震撼嘅視覺效果啊！我哋每一個 dancer 都係自己挑選嘅啦，每一個 dancer 都好有個人嘅風格啦，同埋我哋整體又好睇，但係如果你逐個 pose 嚟睇咧，都好正咯。我哋又唔係真係排咗好耐喎，但我自己喺屋企成日都練咯。咁我記得我哋前兩日啊做另外一個工作嘅時候，我都喺塊鏡面前不斷喺度練。但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舞步，因為我覺得好襯首歌，可以藉住呢一首歌啦去提醒大家，去擁抱屬於自己獨有嘅 magic 咯。